胖就是一个胖遐，像咱胖做秀，风险风险，胖啊，咱你胖又胖啊，胖了，胖遐了，每三二三六日就吃来一次，这算计算，唔知要去加着，原来是安尼，啊，从这坐落等来头，我呢有哩就较较平安，有代志，对，原来是安尼，唔想其他诶，啊，叫只阿妹的问题，啊，我有马兄弟啦，马祖兄弟就是用马祖师来创这呀。啊，你阿伯你要再甲我们介绍伊一个迄落这方一个物件，一项介绍好无？啊，这个鸭卵成本原价吼，阮大人二十块尔，啊，这是人增加的，人增加，发心讲要加许的。加五个。啊，这个所在就是像这方咧用，这个所在这方咧用。啊，这盘哦，这是大家啊新鲜。讲来捡鸭卵，啊，从遮快辛苦，甲泡蛋，我那发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泡蛋就是平安啦。哦，就爱泡蛋。嗯哦，啊，三只咩捡，就从遮遐泡安尼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。啊，你就去往这村嘞，哦，南里又村嘞，就是这家，这阵咧起地，国家又起地。每一个头家看捡几个人，村里就去分一碗好，半碗好，就参人去分去饲几只大只。哦，到楼饲哈。嗯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食到迄个。啊，都安尼啊，尔啊，无。啊，够其他个迄个。这个叫做饼果。啊，这叫这叫饼果。饼果咱叫做糖果啊。饼是饼，咱就饼。饼的迄款叫闽南语叫做饼。哦，饼子。酒，咱啉的酒，迄酒啊，我来去冰的。前早就安尼，阮大厅铺前早就安尼。啊，一代传一代啦，啊，因为这是叫做糖果啊，啊有甜，啊芳的来吃这，啊都袂苦的来欺负咱百姓，哦，嘿，啊这就是安尼解释的。啊，两这就是讲要给正人来欺负到老脸。外面就够干过，啊，五鱼啊，恁再过来夹，恁等下再。啊，无好侪人个，这分一粒摕出来就好啊。啊，当初伊面要设二十粒啊。阮前早阮迄老阮迄块就二十粒。哦，迄地都二十粒。迄大正铺前早管的就二十粒。哦，安尼。啊，这是人增加的，人地方欢喜，我们去，我也要买二十粒，伊也要买二十粒。啊，咱这丰收唔知偌久。久啦，我一刀传一刀啦。啊，阵阮这中路是全乡里吼来讲是八十几岁啊吼，伊较了解啦。我小两个几号？咱几号？是冻。阿咪爱烤天会冻。烤天着，烤天。阮遮拢迄落，因为阮这砖头是算十成。哦，当初时咱这芳厂有设一个行明朝的时阵有一个行检师，啊，行检师各方面的人都来到这边，哦，当初的人口很多，啊，后来行检师一撤掉，就慢慢没落，都往外移了。啊，咱乡里捌听讲，我是较早有那是做兵的后文的啦，冠孝阿婆。不是讲较早来就防卫咱这海边的，这后文的人阿婆。应该是。当时徛，原来是过来，当时也行过土海，云彩风景线，啊，我人在外边等你。啊，这石头，阿你出去较早你知道？我唔知呀。你怎来？你唔知？我做每下八年啊，我嘛唔知。阿伯，这是石河嘛？河是这里河。三点水，山川河水的河。